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板娘小薇。今天我要挑战的是由评分法号牛 BS 提出的，在手机游戏惨无人道的宇宙大爆炸中活60秒。我本来以为这60秒不就是1分钟的事儿吗，对吧？一瞬间刷的一下就过去了。结果呢，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游戏的简介啊，结果还没开始玩呢，我就被它震慑住。哎，你们来看看，这些都是些什么魔鬼描述啊？虐心休闲魔性手游，非常的刺激。警告，可能会扔掉手机。注意，别说脏话。啊？还有啊，是男人就坚持20秒，咋了？我女孩子就不能坚持了？那么今天就让我汪小薇去一探究竟，这游戏到底有多惨无人道？让我们赶紧进入今天。天天玩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底国王小薇。今天我作为最后的人类，很荣幸要驾驶飞船逃离太阳系，为大家寻找全新的家园。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导弹激光，今天必须用我的。什么鬼？我怎么才2秒多就死了？再来，今天必须用我的。我去！再来，今天必须用我的聪明才智和敏锐的反应力来逃脱敌人的追捕。哎，有钱？我去！捡了1块钱嘛，至于派这么多怪兽来追我吗？这怎么还得转的？不过还好，我们已经突破了9秒大关了。接下来就让大家见证人类历史上的破10记录。第一次比较简单，我先躲为敬。现在要小心啊，导弹都朝我来了。我躲，我，哎，不是啊，这怎么完全没点规律性啊？太空太危险了，所以我换了一艘宇宙飞船，希望可以和平融入他们。这次我很有信心啊，因为真的没有导弹在打我了。我去，这黑漆漆的什么东西啊？冷静冷静，先吃个钱。我这次我往右边靠行了吧？你那右边我也不靠了，我站中间都行了吧？看我这完美操作，见缝插针，行云流水般的躲了过去，小鹰我门都没有，我闪光点点满了，懂不懂？我去，现在我知道这头发还会长的，我王小薇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失手2次。再来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算不了什么，重点是我坚持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我赌22.02，钢铁侠都拍在我后面了，你敢信？我顿时信心满满，继续换回灵巧的小飞碟，希望通过今天的挑战视频告诉大家一个道理。坚持就是胜利，遇到挫折不要气馁，随时随地提醒自己，王小薇你一定可以。够带的，我要越挫越勇，越挫越勇，我要仔细稳重，不为外界所干扰。哎，这个钱怎么一直在朝我飘？我外界所干扰，我吃啊。再来，过20秒了，过22秒了，我去你个奶奶熊，这谁能过得去啊？这满屏乱窜的东西真的有路躲吗？啊！在一次又一次的死亡笼罩下，我终于决定，要不还是买个复活甲吧。来吧，这次一定可以！哎呦我去！坚持最久才23.15秒，不过比上次进步了那么0.15秒。大家还记得游戏的简介吗？啊，是男人就坚持20秒。我现在已经过了20秒了，这说明什么啊？不用我再过多解释了吧？这说明我王小薇。是个男人，这说明了60秒真的太难了，我太喜欢自虐游戏了，哈哈。